奇怪，他车厢是模拟中枢光滑的车，可是他的座椅是手术的座位。
不好意思，我说一个冷笑话好不好？假设我现在开了一辆小货车，然后又开一辆 smart 进去，然后改到两台。可是我进去以后，我耍剑刀，我直接 smart 开到小货车上面，直接开一台出来，它会怎样？会疯掉吗？Thank you.